大家好，我是 Lillian 啊。而家見到我在呢一笪地方咧，係一個休息站嚟嘅。因為咧，而家搭緊車準備去康津睇 K-pop concert 啦，就係我其中一個嘅 K-pop 行程。跟住咧就會見到有好多 Running Man 會出現嘅嘢啦，就好似後面啦啲休息站啦，平時佢做 mission 咧都會去呢啲地方嘅。但其實我好肚餓，我未食早餐啊，所以我想揾嘢食啊。買咗呢個嘅魚蛋，魚蛋食。呢個魚蛋咧2500won，咁樣係咪有翻冬天嘅感覺？小火伴住佢大手間。好似好慘情嗰個畫面。但這個呢魚蛋我覺得麻麻地，個麵粉感很重，因為又說休息站的東西很好味，不過一般的喎。我發覺到我在休息站的時間都是很淒慘，自己一個人吃魚蛋，所以唉，今就記錄下我第一次在這個休息站停留20分鐘的時光，希望大家都會有機會嚟下呢啲休息站啦，因為平時咧大家喺好長時間嘅車程咧都喺啲休息站度買嘢食嘅。咁點解 Running Man 會選擇喺呢度做任務呢？就係因為佢哋想把握呢個短嘅時間咧，去吸引到大家嘅注意，所以咧先至會揀喺呢啲地方做任務。下次同 friend 嚟嘅話咧，不妨都可以試下喺休息站嗰度玩一啲小 mission 咁樣咧，就會有一啲刺激感噶啦。哇！後面仲有音樂噴泉添啊！唔係冇音樂嘅，係噴水池。突然間噴出嚟，所以大家都哇咁樣話咗一聲。希望大家都中意今次休息站嘅介紹啦！如果中意嘅，記得俾我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